刘天琼，你忘了你怎么长大的？我阿爸是从小把你拉扯大，教你守，你丧心病狂，你把廖家的产业变为己有，你这么做，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？姚大少爷，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。点火！ 敢！你们敢！谁敢？廖大少，少帅大驾光临啊！要这么大动静，我要再不来，就乱套了。啊，少帅，你这是说的哪里的话呀？ 我们天秋阁在处理不要的东西，你看这个廖西廖大掌柜带着人在我家门口辞世啊！什么？你家？对呀，少帅可以明察呀。这么大的院子，可是我真金白银购置来的，这房契地契一本不少啊，上面可都盖了官府的大印啊。 这就是你要烧的东西？哎呀，廖家的人也不在了，这些东西留着也没用。我的下人们把这匾摘下来以后啊，发现没地方放，所以只好就地处理。啊，你扔的这块匾，含的可不止廖家人的心，你知道吗？少帅。 你这就是说的哪里的话呀？这是迂腐的亲政府所赐，我当街烧了它，就是表明我刘某人的一个态度和立场。对啊，牌匾就应该还给廖家。大家说，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啊？对呀，还给廖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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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给廖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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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啊，既然少帅发话了，我刘某人不能不给面子。廖大少爷，那这块匾连同你们廖家列祖列宗的牌位，那就请你一并拿走吧。 来，来，慢点，小心脚下。哎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这不是当年皇上赐给咱们家那个牌匾吗？怎么？这又是装的什么？ 天良的东西，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呢？啊，老爷，咱们廖家是怎么了？老爷呀！快，阿妈，阿妈，快快快，嫂子，我屋里，走，来，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来呀，来呀，阿妈。 刚才郎中来说了，说是急火攻心。一辉，你学医护的，好好照顾照顾奶奶啊！奶奶，你丧心病狂，你把廖家的产业变为己有，你这么做，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刘天秀，咱们新账老账。
一起算。我等着。知道有人行刺，早有防备。不怕，都是下人，也没什么武功。哎呀，挺准的，看来是个练家子。嗯，二位是不是很意外啊？去，把他俩的面纱给我摘下来。我倒想看看，谁这么恨我。上。追了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怎么样，任务都清楚了吧？清楚，我去吧。是。胡军长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奉命搜查。搜查？搜查什么？证据。证据？有人来报，昨天晚上刘会长家里遭了贼。
用飞镖射伤了他家里面的一个下人。我们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查。小波，到你们新生员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我说胡警长，我们新生员能跟这事有关系吗？你想啊，我们一直以来都奉公守法，今天这店门刚开开，一单生意还没做，你说来了这么一堆你们这个警察。廖大师，我们也是奉公办事，您不会妨碍公务吧？哎，那倒不会，妨碍公务呢肯定是不敢了，但是这样影响多不好啊，一大早兴师动众的到我们新生员来，这太影响我们做事。怎么了？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报告，司道一姐。哦，这个作何解释啊？这是我的。穿夜行衣的人，非匪即盗。你是匪呀，还是盗呢？胡警长，都是误会。我们这儿没有匪，也没有盗，他们都是伙计。其中有一匪，在行凶的时候，刘会长打伤了他的右小腿。来人，在，脱了鞋子，一个一个检查。是。等等，女眷就不用了吧？这传出去不太好听啊。无论男女，通通检查。站住！来，胡警长，别动啊！来，胡警长，梅老板，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接受检查，不然整个行胜园的人都会遭殃。检查。是。不用查了，是我。带走。走走，胡警长，您听我说，我们梅老板不可能是这样的人的。哎，我说胡警长，说实话，这天大的冤枉，不能带走。哎，慢点，叔子，胆敢走拦走，就地正法。带走。是。都别碰我，我自己走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老王，你给我过来。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你们去哪儿了？说话呀！去暗杀刘天秋了。刘天秋本来就是只老狐狸，这种事情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商量的呢？就贸然行事啊！梅姨见老太太气得病重，想替她出口气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快来看看老夫人！大少爷。我在这儿呢。有见阿爸了。阿妈，您别多想啊，您好好躺着，刀疤去请郎中了。孩子，好吃吧。
掌柜的，吊西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来了，放人。要钱还是要物？此事因你而起，也可以因你而终。条件？既然你这么直接，那我就不废话了。两个条件。说。梅洛丹杀了我的人，赔我2000大洋。还有呢？关闭新生源，我答应你。哎呀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这么爽快就答应了。什么时候见到人？好，现在就可以放人。你呀。真是跟你爹一样。梅掌柜。阿妈。老太太。洛丹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是我，我回来了。老太太，都是我不好。梅姑娘，您别说话了。你要好好好好廖西还在，廖家的手艺就不会丢。你们对我的教诲，我也不会忘。阿爸阿妈，我一定恪守正道，不忘祖训。我会光明正大的把六合堂迎回来。希望你们在天上看着我，保佑我。叶专员，请。好。哎呀，陈老板，这么急着找我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叶专员，您公务繁忙，程某就不跟您兜圈子了。哪里的话，陈老板有事不妨直说。我听说政府要关闭兴盛园。啊。哎呀，这个梅老板啊。竟然带着人到刘天秋会长的府上行刺，啊，这可不是件小事啊！双方经过协商、调解，这件事情才算是平息了下来。这个兴盛园也是梅老板他们自愿关张。叶专员，
他们之间的恩怨，程某并不了解。我呢，只是一个商人。兴盛园的规模在兴化还算是比较大的，此前一直是廖西大师在打理，生意蒸蒸日上。就此关张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这兴盛园经营的好坏，且不必说。但这个梅老板初来乍到啊，蛮横无理，影响恶劣，给他个教训也是无可厚非的。只是这件事情啊，牵连到了廖家大少爷。哎呀，这廖家经历了二十几代，到如今，只怕是日落西山喽。廖西大师受伤之后，还能再度出山，实属不易。如果兴盛园再关张，怕是木易江湖再难见廖大师了。还请叶专员多多考量。哎，我倒有个建议啊，你可以拉廖西入伙，一起合作呀。若假以时日，你的生意必定会红火起来的。啊，在下是以经商为业，看重的是眼前便利。假以时日之事，程某就不考虑了。那程老板的意思是，我想恳请政府不要关闭兴盛园。程某正打算与兴盛园携手，共同经营，为振兴先派木易，为繁荣兴化的商贸经济尽自己的微薄之力。哈哈，哎呀，程老板，你这算盘打的是很精细呀。是吗？哎，这儿门关门了，估计让田秋阁回家了。掌柜的，这牌子真要摘啊？掌柜的，咱再想想办法呗。是啊。等等，程老板，牌匾不用摘了。把匾摘了，是大少爷跟我一起做的决定。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，上下我都打点好了。以后，我就是兴盛园的股东之一。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干。真的？师傅，程先生来了。你来了，赵先生。大少爷，陈老板把我们的铺子保下来了，但是他说想跟我们一起做。一起做？对，我很欣赏廖先生和梅老板做事方式，所以我把店铺保下来，想让你们继续经营，我就按月分红，怎么样？程老板，您请坐。苏总，哎，少成，啊，这，程老板，你别介意。大少爷的母亲刚过世不久，他心里还难受。周儿，周儿，跟我回天秋阁吧。我现在是天秋阁的大掌柜了，你以后也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到时候我给你安排两个丫鬟，专门伺候你。你这双手呢，只管每天绣绣花、泡泡茶什么的，啊。这些脏活累活，到时候就让下人去做，好吧？这些脏活累活我干惯了，有人伺候我，我反倒不自在。你不想跟我回天秋阁了吗？我只是想等到你真正放下仇恨那一天，再来接我，娶我。柔儿。梅老板，
以后兴盛远园生意你打算怎么办？廖家是以木艺雕刻为主，我想的是等大少爷的手完全恢复好了，应该还是会做这个。廖大哥的雕工技法在兴化可是首屈一指啊，现在亲自出马，兴盛园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哦，钟田先生，这是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跟我的风格很相似，甚至连雕刻的手法都很接近。哎，成田先生，这出自于哪儿啊？出自于日本的唐本家族，而且这只猴子比你的松鼠上市要早，以至于被南洋客商误认为您所雕刻的松鼠就是唐本家族的。我们已经特别声明，但是商户们不相信，都觉得你剽窃了他们的技艺，以至于没人订咱们订单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廖先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之前见过猴子雕品？程先生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师父是那样的人吗？再者说了，我师父之前根本都没见过这只猴子，您不也是第一次见吗？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唐本家族剽窃我师父的小松鼠呢？我相信啊，廖兄绝对不是剽窃别人东西的人。廖先生，那这雕刻松鼠的技艺是不是出自廖家的正统？不是。现在一定要弄清楚这只猴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陈田先生，日本的木器制作本就跟我们同宗同源，两国匠人呢经过几代乃至几世代的代代相传，才发展到今天的这种地步。我想在同一时期，日本的唐本家族的匠人呢，这个时候诞生了这只猴子，是不是跟我有同一种感悟啊？我现在只能这么想了。廖先生境界是越来越高了，那你看看能不能再改进一下，把这猴子比下去，咱们得重新占领市场。这不是说我自己想提高就能提高的量的。啊，对了，师傅，有件事忘了跟您说，商会贴出告示，说是要公布什么规章制度和条例。商会大概会公布什么条例啊？你给我透露透露，我也好提前准备准备。啊，哎呀，没什么，也就是公布一些规章制度，有我呢。啊。哦。你尽管放心好了。啊，哎，坐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昨天大帅的手令到了吧？啊，是是是是，我一早就听说了。哎呀，这次刘会长得到了大帅的提拔，以后啊，我这个商务专员就得听你刘大会长的指挥了。恭喜刘会长，恭喜呀！你我都是给大帅办事的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哎呀，那哪行呢？这以后啊，聂某人还得指望着刘会长多多关照啊。好说好说。叶专员，叶专员，哎，还有事吗？那个，我回头把条例拿过来，你再修改修改。刘会长，那就不打扰了啊。那就不送了。好，留步啊。哎呀，thank you.
什么？你要将廖家的手艺公开？对，过去我们呢想法固化，把很多东西看得太重要了。这可是廖家几百年不传人的手艺啊！你都想好了，全部公开？对，全部公开，毫无保留。一门手艺，一本秘籍，不应该只让一个家族、一个店铺或者一个工坊得益，它应该属于整个行业。这刘天秋不就是想霸占真谱吗？哎，你一旦全公开了，他霸占也没什么用了。不破不立啊，只有破才能立，唯有打破传统，方能革旧图新。革旧图新？对，我打算把廖家的雕工技艺啊，让更多人学会。同时呢，我也要学一些其他流派的一些雕工技法，改良雕工行业。说得太好了，打破保守传统，迎接新事物，革旧图新。哎，这不正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吗？只有革新才有出路。但是，这件事情做起来也绝非易事啊，这不是我们一个人、两个人所能改变的。唯有让整个行业相互融合，才能改良雕工技艺。我能做点什么？你这样，你帮我联系整个木雕行业的各个流派的高人，向天下发出英雄帖。好，号木艺江湖，斩廖家逆贼。好，你查杯酒。廖师傅，刚才您徒弟在门口说的是不是真的呀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廖西今天就在兴盛园的门店呢，现场雕刻木剑。如果有木艺爱好者呢，我们可以互相切磋，互相交流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我就从这尊木雕观音开始说起。哎，您请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事我说了多少遍了？李师傅，你先说怎么回事？掌柜的，孙老板来找您。先下去。是是，掌柜的。刘会长，刘会长。呀，孙掌柜，这么晚了，有何贵干呢？哎，那个廖西是不是疯了？怎么了？居然跑到武顺堂和武顺堂老板交流雕工？他就不怕廖家的手艺被其他商户学会了吗？嗨，最可恨的是，他刚才居然来我珍馐堂和我切磋木艺。哎，疯了，他这是疯了。我看真是疯了。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，兴盛园的招聘告示。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，看兴盛园招聘告示。兴盛园招聘木匠师傅啊，要求善于各类家具制作，会雕刻为佳。嗯，每月三个大洋，这么高？是啊，是啊。我要是会木匠的话，我肯定会去。嗯，都是工匠啊，工匠啊，我工匠要钱还多，学徒是啊。刘掌柜，啊，事情都问明白了，问清楚了，他们的确是在招人，什么人都招，一个人三块大洋。这节骨眼上，这又招工又招徒，他们想干什么？哎，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，他们这是动摇军心，这不挖墙脚吗？嗯，就算他把人都挖去了，出这么高的工钱，这成本就上去了，他会那么傻吗？是啊。哎，掌柜的，嗯，我是觉得呀，咱们是不是应该也拿出点东西安抚一下大家？
要不这人心不就散了吗？这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我看光拿出点钱是不行的，除非还有别的。是。哎，掌柜的，那你说六合真谱是不是？哦，六合真谱啊。其实拿出六颗真谱倒也不是不行，尤其是你这么忠心的跟着我，你也该看看。这样吧，就把六合真谱的一部分拿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，这也够大家用的。掌柜的英明，掌柜的英明，我再给大家加点工钱。行，那我跟大伙说。还想打六合真谱的主意？我努力半辈子才得到的东西，你们只有看冒牌货的命。哎，这边。刘会长，你这火急火燎的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你听说了吗？啊，这几天兴盛园在全兴化各地高价的招师傅啊，还说什么流派不分，会雕工的都行。这事儿啊我已经听说了。你说他们如此的招兵买马，高价雇人，这不是在扰乱市场的行情吗？啊，这个廖西啊从来不按套路出牌，我已经领教好几回了。刘会长，那你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呢？他这是摆明跟我唱对台戏啊。接下来我会以商会的名义管上一管。恐怕不太好管吧？一个愿出钱，一个要挣钱，而且他们交了税，我看不太好办。好办不好办，这事都得办啊。叶专员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那就好啊。商会的同仁们，我们兴化商会成立至今进展得非常顺利，这要全部仰仗诸位和政府的支持，在下感激不尽。今天我作为商会的会长，接下来要宣布商会的规章制度。什么规章制度？一，合法经营；二，不掺杂实假，价廉物美；三，正大公平，互惠互利。基于公约，商会特规定，以后商会的商户订单要统一报备。统一报备？这可不行啊！我们的票单都公开，本和利不就全都知道了？这没有任何的秘密了吗？让我们怎么活呀？是不是？是啊，是是，这买卖全都经他们手了，那以后还不他们说了算了？不行，那绝对不行！这你说这你拉倒吧！你这诸位，你们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现在生意不好做啊，外面是什么情况大家最清楚。大帅此时正出征平叛，保我们一方平安，让我们能安安全全、踏踏实实在兴化做生意。所以呀，我们的心要齐，劲要往一处使，才能共荣嘛。什么共荣啊？分明就是想控制市场，吃独食。哎呀，你看这，要是这么干，这个商会我不入了，我也不入了。我也不入了，我不入了，我不入了，不入了，这叫人怎么干？这没法干呀！诸位，请安静啊！听我说，我刚才宣布的是商会的规矩，
这更是政府的规定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，可以不在新化经商啊。一会儿我会让他们把规章制度下发到你们每一个人的手里，大家遵照就是了。啊，散会。这就散会，你看这这还没说别的。商会独断专权，以后商户们都没法活。真是气死我了！你就没有见到那刘天秋小人得势的样子？还没当几天商会会长，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那主要是商户的订单，都要拿到商会去报备记载。时间长了，还不得受他摆弄啊！我看呢，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我们兴盛园该干什么，还干什么。廖先生，梅老板，梅老板，廖先生，怎么了？大事儿，大事儿！什么大事啊？你们知道我见谁去了吗？谁啊？安夫人来了。